有稍微讨论一下，一个穿淡色，一个穿浅色。嗯，对，什么淡色跟浅色？啊，不，讲错了，淡色跟深色。淡色跟深色，那颜色是怎么搭配？妈妈先挑还是你们先挑？好像是我先挑的。嗯，我挑了以后，我的衣服也是，反正他年轻，怎么穿都好看，都比我好看。我今天戴的是Offspring 的系列，它是环环相扣的设计，代表了亲人啊、手足之间亲密的联系关系。对，我喜欢它简单利落的设计。也是 Halo 系列，然后我很喜欢这个系列，因为我觉得很优雅，然后又不会太夸张，所以就很简单。然后这也代表，是不是他说他是代表 Halo， 就是一圈一圈的嘛，所以我很喜欢他。我是一直很喜欢，我们家里有很多 George Jensen 的家饰，譬如水壶啊、下午茶的 set， 还有放纸巾的，还有茶杯什么的，很多。像是我好像二十岁还是十八岁的时候，我就有一只有人送我 George Jensen 的手表，对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，就是可以框上去那个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突然忘记那什么系列。我其实好像就是妈妈之前我都会带妈妈的，可是自己没有，还没有买。有出生礼也买过吗？那个时候出生，有买过他的年份的项链，对对对，留着不是我自己还没有，对他自己对。